一吟一唱，一念一梦，便将你我带回故事里的炙热时光。他在微博独家直播，如约陪伴。刘宇宁直播，话题阅读量超162亿。2024微博音乐盛典年度口碑歌手刘宇宁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宁。首先感谢我们新浪微博，然后感谢我们新浪音乐，还有微博明星所有的好朋友们，然后也对我的照顾。去年就给了我这个口碑歌手的这个荣誉，今年又给了我，那说明这一年我的口碑算是保住了。然后呢，当然也希望今后能有更多音乐上有口碑的作品奉献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，也谢谢我的歌迷朋友们，谢谢了。谢谢，再次祝贺。